那这一首《蓝色沙漠长裙》你听到很优美，对不对？前奏非常优美，它是进入非常非常好听的快板，然后中间呢有一段六八拍，我可以各位可以注意这一边，非常雄壮威武。然后到最后再用同样的第一段素材，用壮阔的方式来结束。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经典的美国管乐作品。如果你有吹管乐团，你有演过这一首，就像你有吃过养乐多一样，你有喝过养乐多一样，就觉得少了将近一样哦。所以就在今年惩罚你们点一下美国经典《蓝色沙漠传奇》，希望你会喜欢，谢谢。
隽永，好不好听？色彩非常非常丰富。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讲色彩很丰富之后，我们还会去考虑它的和声之路。那什么叫之路呢？比如说，和美是织女的故乡，对不对？一般我们的衣服一平方公分有16支，也有24支，没错吧？哦，如果在座对这个产品有熟悉的话，那我们会去考虑这个作曲家，他在一平方公分这一个小节里面穿过去的和声有几个，有几个音所构成。支度越高，代表结构越强韧。那相对性的，支度越高，结构越强韧，穿起来要舒服，听起来要舒服，它的控制就要非常的仔细。所以支度越高的曲子越难演出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演奏曲文达洛。